每一年出咱工作，消防栓率就是配合咱政府的政策，啊，阮的延长时间，哦，啊来注意咱学区内底、社区内底的巡逻，尤其是对校园，哦，咱政府嘛足决心校园的安全，哦，阮学区内底嘛拢有一挂学校，哦，阮巡逻嘛是拢针对遮的学校也好，啊是一挂金融机构，哦，的安全，啊，阮是阮巡逻的注意的项目。从今天开始，半个月的啊，就是我们县长有再三的叮咛，从个人啊到家庭，从本县的市民到我们返乡的一些这个乡亲啊，让他过好年啊，这个是交通啊治安加上一个这个防疫啊，大家群策群力，我们谨记在心，感谢县长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各位同仁。晚上开始，一直到2月17号，总共整整15天的时间哈，在整个我们云林县境内所有的同仁，大家群策群力，为了守护我们乡亲呢，在这过年期间、春假期间哦，那请全力的来维护我们的治安，感谢我们所有啊义警义交哈，所有的志工好伙伴啊，这段时间也是啊协助我们警察同仁呢，一起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。